use this, hot boy.先登顶，谁先登顶？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从幼稚园开始就没守过规矩。<笑>耍赖是吧？不敢不敢不敢，没问题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好，点个忌口啊！喂，外送。火锅吃不吃了？可以啊，帮我叫点鸭血。鸭血啊，避雷针点。哎。 真的避？喂，这什么服务态度？才高一点就不送？喂，你不要乱动啊！没动，还是在动啊？怎么可能？避雷针铁造的，什么都不怕，除了打雷。 嘴麻了，麻了，哎，报告无力，报告，算了，我认输了，你拿着，我先下去。那你先。哎呀妈！啊！ 在这里，要谢谢我的母亲，还有你们，我的粉丝朋友们。